放风筝呀，还有这个线子勒了我的脖子，那电动车也才能勒了惯的，这哪个放的啊？在这个路上放，要么在那边大路上。放这么挂在这边的大路你那个树上了嘛，我一头看到我就反应了，我就没能扭下头，捏到急刹跟我们从人行道上就挂到挂到那个大公路上去了。哟，这个脖子今天这个脖子我还严重点了，破了一大通，摸都摸不得，觉得太无聊了，会在公路上来放放在这个大路上就是好危险点的嘛，昨天一想到这种了嘛，真的好害怕呀，真的。